心开始有啲抖，思想同情绪开始有啲失调。我谂住今晚都系早啲瞓觉，因为明日早晨我就要改变身份，装扮自己成为一个有钱人。难得马会俾我俾咗几十万银，我唔想平平淡淡就咁过次一生。现在我好多银纸铺可以成张床，满到邪恶观念就系咁左右逢源。想话探讨一下什么叫做走似玉林，体验一下风花雪月是什么。行十几个枕头，劈开一碗啤酒，这伤口怎么会有感觉到颤抖？等于叫这兄弟陪我闯一闯，包场包里开个 party 又如何？保险同庆一切有当，情恶梦境嗨呀嗨呀，大家一齐好似做紧皇帝。茫茫傻下傻下合咪叫做升天，升天之后会否做埋神仙？不过上身唔系乜嘢头摇唔定，身边美女陪伴左右舞跳唔停。原来有钱之后男人就想发姣，男人唔为女人唔爱是个事实。后生冇为老坑学为没法回头，后生话为老咗唔为者叫浪子回头。为茫茫傻下傻下合咪叫做升天，升天之后会否做埋神仙？不过上身唔系乜嘢头摇唔定，身边美女陪伴左右舞跳唔停。Yeah.